哦，这样。雷山，邓明是要去帮我一下，我要跟一斌去赛德吃个饭。No。好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那个谁，刘一池他酒吧开张了，到时候一起过去一下。刘总啊，哎呦，那一定要去的呀，我肯定去捧场的。行，你到时候把一斌叫上。好的好的，我一会儿跟一斌说。嗯。哎，兰姐呢？她不去吗？去的呀。真的吗？她这么忙，你怎么可能叫得到她？真的呀，骗你干嘛？你确定吗？你叫她了吗？已经。啊，不要烦，不要烦，老师嘛，叫给你。就知道。完了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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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个今天晚上一起去酒吧好吗？他会回吗？我操！行不行啊？嗯，不要烦，不要烦。那个是晚上是那个谁啊？小池的酒吧开张，一定要过去，好吗？反正我到时候去接你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看，没问题了吧？行吧，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那我先去吃饭去了。好好，晚上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高大金要这边演出，难怪今天叫你过来不想过来。没有。去看，去看，去干嘛？不想去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，你不要闹了好吗？去看吧，走。别闹了好吗？太幼稚，袁山。下来你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艾薇，你这个混蛋！下来！话说一说。说有话出来说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有什么可说的？现在你还好吗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是我前男友。不就是个女人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每天都这么压抑自己，到底图了什么呀？爱情这个东西，本来就没有永恒的。但是我觉得，袁山才是那个最爱你、最能给你安全感的人啊。Thank you.
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。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，而是属于人民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小四啊，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该转正了？这个事情你得正视啊。嗯，快了。哎，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消息啊？你看你这转眼就快毕业了，你成为预备党员都3年多了，这一拖再拖的，这可不行啊。我跟你爷爷十几岁就入党了，你也要抓紧啊。支部大会推迟了。推迟了？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到底什么原因啊？你去问问你们支部书记嘛。你看看你都大四了，前几批你都错过了，工作以后入党就更没那么容易了。你看看你再找找你们党支部书记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先转正啊。爸，哪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呀。你公务员考试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可听说现在今年考公务员是一年比一年难了，录取率一年比一年低。你看你表哥考了4年都没有考上，这可是前车之鉴啊。他那里可是有很多的复习资料，要么你到他那去找写来。啊，我啊最近忙写论文呢。学思啊，论文是重要，但入党和考公务员的事情你也要抓紧点啊。嗯。你怎么回事啊郑学思，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我看你现在作风越来越懒散了。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，现在公务员竞争你知道有多激烈吗？你老是这样拖拖拉拉的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是不是怕吃苦啊？年轻人吃点苦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个对将来是对你是有好处的。现在的多少年轻人都有这个觉悟啊，主动去基层去锻炼。你爷爷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，那在我们村里那就是我们老郑家的光荣啊。上山下乡？爸你知道吗，上山下乡毁了多少年轻人的前途啊，他们当年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怎么就不懂呢？这是毛主席的伟大的决策，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。当年几千万红卫兵在城市里面无所事事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政策，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，这样的话才能巩固社会稳定，才能巩固工农阶级的联盟。爸，你又要说这个吧？既然你知道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片面的呀。爸，你想想，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，哪来那么多红卫兵？要是没有文革，根本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啊。还是当年毛主席的决策有误啊。你说什么？你看你大学4年都学了些什么？文革是有问题，但是要是没有文革，中国现在早就是走资败的天下了，哪有现在的稳定安康的社会啊？你看看你思想是不是被腐蚀了？哎，早知道就不应该让你读这个学校。你啥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当初送你去这个学校就是为了让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化知识，好报效祖国，结果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在犯错误，你知道吗？雪丝啊，你不要嫌爸爸唠叨，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从小，难道从小你我灌输那一切都是对的吗？质疑你，质疑毛主席，就是错误吗？你，我写论文去了。
山哥啊，看今天情绪有点低落，怎么了？去去，没什么事情，好好打点球去。还有一分钟，来，大家过来吧。等我比赛，打好开局，认真防守。来，一二三，大师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准备，双方队员就位。对方的十一号非常强，我们下半场要不加强对他的防守。小池，要不我来帮你包夹十一号袁山吧？不用包夹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是吧？对，行，我就上个球。为什么？好，另外他们有几个外线投篮也非常准，特别是那个六号和七号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下半场要注意对他们防守，尽量。我操！他们十一号太难防了，怎么防防不住？十一号是他们主力，下半场盯紧一些。喂，夏楠，领先六分，对方弱爆了。哎，刚打不错嘛，下半场继续保持啊，快投过来。这，哟，这么快跑？夏楠，小心。去投篮去。左腿吗？受伤。行行行。哦。失败，赶紧把他扶到医务室去。算了，别说了。夏楠，你没事吧？Thank you.
stack, spitting black soot into the sunny sky. The load on the road brings a tear to the Indian's eye. The elephant won't forget what it's like inside his cage. The ringmaster's telecaster sings on an empty stage. Goddamn right, it's a beautiful day. Uh-huh. Goddamn right, it's a beautiful day. Uh-huh. The girl with the curls and the sweet pink ribbon in her hair. She's crawling out a window 'cause her daddy, he just don't care. Come on. Goddamn right, it's a beautiful day. Uh-huh. Goddamn right, it's a beautiful day. Uh-huh. The clown with the frown driving down to the sidewalk fair. Finger on the trigger, let me tell you, gave us quite a scare. Goddamn right, it's a beautiful day. Uh-huh. Goddamn right.一份八大卤肉、嗯、一份梅菜扣肉，一份八大卤肉吧。亲爱的，我想了一下，前两天上海申请项目的那个事情啊，是我不对，太拖沓了。你也知道哈、哦、哎呀哎呀，
过去的就过去了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生好了，昨天就不用担心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了好了，其实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嘛？哎，对了，亲爱的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呀？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北京不是有个大伯吗？嗯。他所在的那家外企啊，现在有两个实习生刚好走掉了，然后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填他们两个的缺儿。如果我们做的还算好，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家关系还是比较好，关系挺硬的嘛。他说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留职了，各方面待遇都很好的。嗯，福利也好，然后还有出国培训的机会呢。哎，还有啊，昨天我爸给我来电话了，他说我们北京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过去随时都可以住，而且我小姨说车也可以给咱们开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。你还不记得我们原来去北京，我的那些朋友很多你都见过的，然后以后我们过去也不会觉得孤单，可以跟他们聚嘛。一斌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我怎么没有放在心上了？我是因为你才投了上海那个公司呀，已经投过去了呀。那你还总是跟我说北京北京。北京有什么不好呀？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不去不是浪费了吗？而且我又没有说今后就不去上海了呀。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没看到。我是跟你谈恋爱，又不是为了跟你家人谈恋爱的。我奶奶岁数这么大了，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，我要是去北京那么远，我回一趟家多麻烦，我放心不下。如果我们去上海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呀？你现在不说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？我没考虑过你，我没考虑过你，我特意买了辆电瓶车载你去天一，带你去实习。我没考虑过你，你不喜欢吃宁波菜，我天天带你去赛德。我没考虑过你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呀？这两件事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情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斌，如果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我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那你不想谈就不谈好了吗？以后就不要说这件事了。我们最近都不要见面。你有烟吗？我怎么有烟？你不是不抽烟吗？我跟一斌过不下去了。嘿，到底怎么了，唐生？你说他没经过我同意，就帮我找了个北京的工作。我跟他说了要离家近一点的，这样也好回去照顾我家里面的人。本来说好了一起去上海的，结果呢？连上回那个上海管培的项目他投都没有投，现在反过来又给我来这一出。我哎，北京也不挺好的吗？不过你去北京确实没啥优势，北方人都挺高的。雨帆，你别闹了好吗？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哎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爸北方人，我爸不宁波人吗？工作嘛就两头跑，北京一个家，舟山一个家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雨帆，你太天真了，很多事情不是想到这个样子。我又天真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反正你也不懂，你先回去吧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。
吵架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明明是为了他好，他还说我自私。我给他找了个北京工作，可是他不同意，说他必须得回上海。那份工作是我好不容易去我大伯才给他做的，而且本身就是他梦想的工作。他说我一点都不理解他，我每天晚上都很努力的学周深话，可是我没有语言天赋，记不住我怎么办呀？他怎么能说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呢？你从来都没有吵过架，这次怎么那么严重啊？我上次去他家，本来我心里就特别慌，他家人特别多，虽然他们都对我很热情，但他们说什么话我根本就听不懂，我特别害怕我以后没法适应他这种大家庭的生活，我也怕他父母不喜欢我，让他们失望。可是你们一直都这么好，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分手，你说多可惜啊。这不是一点小事儿，失败你知道吗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说到结婚，什么都变得特别复杂。我跟他家庭真的特别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习惯也不一样。可是你们总得有一个人要做出妥协啊。那干嘛就非得是我呀？你想想，唐生过去他对你多好，我觉得应该这次家人对他很重要，他才会对你放心大火。别哭了，我们想想办法。我也知道，我真的很爱他，真的不想跟他分开。别哭了，我没有办法。
缄默，对秘密只字不言。他闪躲固执，将灵魂疼痛锁圈。怎么选择与回忆诚实相依？迷失的人又在谁的寂寞里？一次别离，爱了恨了，哭着笑着和无情人相守相伴，谁知这世界是缘。